盘点那些已婚男人的生活写照。场面一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老婆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回家？你走了我会难过的。想回床睡不？想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回答正确了就跟我回去。你说。一加一等于几？三。恭喜你回答正确。不对，一加一什么时候等于三了？不对。场面二，吵架你就不说话咋的呀？你想让我说啥呀？你不会讲道理吗？不会好好沟通吗？我疯了吧，我跟你一个女人讲道理，讲了你又不做，做了你还做错，错了你又不改，改了之后你又说我凶你，又让我给你道歉，道歉也就算了，到了你他妈真觉得是我错了，又问我错哪儿了。那你错哪儿了？我他妈就不应该说话。四叔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可以。你愿意和谁度过美好的一天？ A 我四婶。B 快啥呀你？哎呦我的妈！干死我！不能哈都不哈完，那我也跟家一回哈多，一天天不改，一个月整死，躺着给个死去！啥？哎，出去两句还顶嘴脸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可能我告诉你哈，结婚十年就有结婚十年的样子，别靠近哈，保持距离，天王不要想太多。场面三，你是不是有快递在家了？拿着了。你什么时候来呀？这上午。吃个什么麻？那个水的。那个水的是什么？烟花。你醒醒吧，家里可都爽啊，完了啊，家里得爽。怎么你醒不醒了？我说一下吧，你们家里得爽，你说一下啊，我跟你说话，我说话你能听吗？你忍我屋你不说话，你找事是吧？你呀我不家走了，你自己走走走走，你自己回家走吧。我玩去，我看那个去，别给我走了，完了吧。场面四，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I love you so， 每秒钟胆战心。这个月的零花钱200啊。哎呀，数钱呢，数数多少？1400。
挺有钱呀。哎呀，我不要，拿了我给你凑个整来。凑整啊？啊。把零子给你啊，把零头给你，啊，你给我凑整。对啊，给我，我给你凑个整。咋的？凑整啊？这不凑整了吗？啊，这不凑整啊？啊，你说呢？太憋屈了！别他妈说话了，操！我翻身还不行。我现在要睡觉，你知不知道啥叫困急眼了？那我翻身还不行。一句话别说，现在场面五。方艳波，方艳呢？我想要，再来吧。我想要200块钱。要什么钱？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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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？看看人家的老公。不是老公，你看人家的老公呢？弄啥呢？操！老公，干嘛？你管不管呢？管。啊？我不管，我想亲亲。嗯、老公。老公。哎呦我的妈！已婚男人现状一，场面六。老公别动啊，嗯，别动，别动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呢。哎呦我的妈，别动了，我太难了。今天太累了，太累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身体不舒服。那正好买了这个按摩棒，给你按摩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。快点了。老公，别动啊！嗯。别动，别动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，动别动别动的呢。我太难了。哎，终于追完剧了，我该休息了。哦，时间是不早了，那我也回卧室睡觉了啊。晚安，大哥。啊，明早见，奥迪啊。明早见，奥迪啊。场面七。干啥？啊，我订点吃的。你不要吃火锅了吗？叮叮啊，你给我做了呀，我没看见呀。哎呀，你干啥？啊不是吧，不是吧？难道理解眼睛瞎？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你还吃你的外卖吧？你根本不配吃我给你做的饭，你简直就是个……干嘛非要让我给你做饭？还特意点了荷包蛋？你说你整那碗荷包蛋，你说你大早上完了你起来订外卖，完了你让我给你做荷包蛋，你说这荷包蛋我本来我就不乐意吃荷包蛋，这荷包蛋又酸又甜，我根本我就不吃醋。完了你说还得甜，我血糖太高，我根本我就不能吃。你说外卖好吗？外卖的油好吗？你说非得点了个老外卖，完了行了，闭嘴吧！我操，玩不起，你小垃圾，你干啥要搞偷袭？你没有实力。一点内存都没了，我靠！啥玩意儿？王者荣耀都8G，我你浏览器啥玩意儿啊？删了吧，妈5G。浏览器不删，我他妈把微信删了。And it's
天怎么睡那么早？今天太累了。太累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身体不舒服。那正好买了这个按摩棒，给你按摩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快点了。不理了，烦着呢。烦？倒是勾引我时候呢，啊？倒是你勾引我时候呢，你烦？有没好烦的啊？我听听，有没烦？烦？还不给我请？还不给我请了？合法的，合法的，是不是的？还不给你请啊？还不给你请啊？是不是的？过来，说着我得多好啊，啊？非要天天给我紧着来，对你有没好处啊？对你有没好处啊？一会儿给我说着的，听着没有？听着没有？爸爸，我吃不了了。嗯，好的。啊，我吃不了了。嗯，好的，女儿。我吃不了了。老婆，你真的要走吗？你能不能不要回家？你走了我会难过的。